嚟到我哋李嘉度地产嘅御半山专门店嘅开幕典礼。御半山呢个项目咧系位于屯门嘅地标式住宅项目嚟，由新鸿基地产悉心打造啦，并且咧而家所有嘅过程咧已经正式踏入呢个倒数阶段，可谓系蓄势待发，如箭在弦啦。咁我哋李嘉度地产为咗配合发展商嘅推广部署咧，特设咗呢一间李嘉度御半山专门店。而今日咧，我哋十分荣幸邀请到两位嘅发展商贵宾，以及我哋李嘉度地产管理层咧担任主礼嘉宾。佢哋分别系新地代理业务部总经理张卓秀敏女士，高级项目经理林清龙先生，李嘉度地产董事陈大伟先生，高级首席营业董事蔡荣珍先生。咁首先咧喺呢度好多谢四位嘅嘉宾啦，出席我哋今日嘅开幕典礼，令到今日咧逢不生非不少啊。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有请我哋李嘉度地产董事陈大伟先生，首先为我哋致辞啊，有请。咁啊，各位记者朋友好，咁啊，多谢阿张太啦、阿林生咧出席啦，我哋呢个专门店啦。咁啊，讲几句啦。咁其实屯门区咧，一直以嚟咧，我哋公司都系幾重點發展的區域之一，這個屯門區，因為跟以前已經是完全不同的整體整個規劃配套都，就再加上呢你新鴻基地產嚟緊有個亦都是重點的項目在屯門區的，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什麼項目了，即將發售的就是御半山，所以特此呢我們公司呢亦都在屯門區呢找這個區這個鋪位，因為比較人流多少少啦，咁亦都係專組有一組專組咧，御半山嘅專組嘅成立，咁希望咧啲客户咧有個點啦，有個點係清晰啲嘅，知道御半山啊啲資料啊，或者解答啲客户啲問題啊，咁比較清楚啲。咁同埋我哋公司其實連日嚟咧呢一個月咧，呢個專組啊同埋主區咧都四周圍咧去講解嘅。咁全公司咧都好投入咧做呢個樓盤嘅，因為都幾重點嚇呢個樓盤。咁再加上咧嚟緊屯門區嘅發展，頭先講咗啦，非常之重點之一啦。咁我哋公司亦都預計咗咧投資300至500萬啦，喺屯門區咧亦都會繼續開分店，加強呢個網絡嘅，因為呢一區嗰個潛力都好優厚嘅係，咁嚟緊我哋亦都希望咧，除咗加強網絡啊，同埋分行之下咧，亦都會繼續招聘嘅，加強呢個人手，希望喺屯門區嗰個佔有率一路增強，咁啊多謝大家。好，唔該曬 David， 接住落嚟啦，我哋有請我哋高級首席營業董事蔡榮珍先生 Ringo 為我哋致辭。OK， 咁啊，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咁首先多謝新鴻基兩位嘉賓啦。張太和林生出席我們的御半山專門店開幕典禮，給他們掌聲，多謝大家。剛才陳生都說了，我們投資了很多在御半山，為他做前期的功夫，都等著他的部署的。其實 未正式的部署之前，我們想說一說其實最近期的數據指況分析，我們根據資料顯示土地註冊處，其實在今年的第一季咧，2018年第一季，整個新界西500萬以下的物業咧，其實嘅成交宗數咧係跌咗喎。咁啊，跌咗嘅原因最主要都係啲盤源少咗啦，同埋啲樓價都升咗啦。咁反而500至800萬嘅樓價咧，喺成個新界西咧，就今第一季咧係比舊年嘅第一季咧升咗7.9%。咁好明顯見到個價錢咧係升咗嘅。咁當中新界西最勁嘅區咧，原來就係屯門區。屯門區咧喺500萬至800萬以呢個 range 嘅成交嘅宗數咧，對比上年嘅第一季咧係升咗40%。咁至於800萬以上咧，仲更加去到45%啊！咁可想而知，所以屯門區呢一年嘅樓價嘅升幅同埋個受客户嘅認受性咧，係好明顯見到嘅資料顯示係出到嚟啦。咁所以發展商新鴻基今次喺屯門區開樓盤御半山，一定係好受市場嘅歡迎嘅。咁啊，多謝各位。好，唔該曬 Ringo。咁咧講到明日開幕典禮，又點少得一個嘅剪彩儀式咧？咁啊，我哋屯門區點知咁少嘅精英同事咧？我哋繼續有請我哋屯門區嘅助理營業董事何耀良先生。
天水圍區助理營業董事唐浩然先生、高級分區經理李振宇先生、分區事務經理莊國寶先生以及助理分區經理梁桂華先生可以陪同一起進行剪彩儀式。咁啊，咁多位喺剪之前咧，我哋可以望一望記者朋友嘅相機同攝影師，咁啊影張靚仔相先。好啦，嗱，一齊眼睛望鏡睇啦。攞右手邊啦，唔該。好。望望呢邊，唔該。咁啊，大家都有把金鉸剪啦，不如咧數三聲之後咧，大家一齊剪啦，好唔好啊？好。好，記者朋友影完啦。好，我哋三二一。好，預祝咧我哋呢間專門店咧喺旗開得勝，下次臨來啊！高興嘅事咧，梗係浪接浪噶啦。咁我哋接住落嚟咧，都準備咗一個嘅祝酒儀式嘅。咁麻煩同事咧，可以俾一杯香檳杯俾我哋咁多位嘅主禮嘉賓啦。好，咁多位嘉賓手上應該有個香檳杯啦。不如我哋一齊舉杯，俾記者朋友一齊影翻張相。同時咧，喺度預祝我哋雙方除咗合作愉快之外咧，最緊要係要本身呢個盤盤咧可以大賣熱賣，我哋嚟緊地產咧大勝同行。好，咁我哋大家可以好啊好啊，因為仲有張咩打相咁啊。個畫面就會豐富啲啦。咁我同時咧有請我哋屯門區嘅其他分區同事啦，可以一齊咧上嚟影翻張大合照嘅。有冇主區同事咧？呢個上下一心團結一致，我哋要表達出嚟。好，揾啲下耳麵先。嗰邊可以過一過嚟咧。唔緊要，唔緊要。好，咁我哋嘅可以望住正中間啦。OK 啦，全部眼睛望鏡頭啊。OK， 係啦，好啦，就嚟。OK， 好啦，全部眼睛望鏡頭依度嘅。再望多次中間啊。OK， 好。好，唔該曬咁多位同事，唔該曬咁多位主禮嘉賓。咁其實我哋鋪頭入邊咧，亦都識打扮咗一番嘅。咁而且入邊咧，亦都有啲飲品啦，同埋食物咧，準備咗俾咁多位，大家可以入去東海入邊參觀下，睇下。